我过去用电子拉八辆汽车，已经是轰动世界了。可是我这一次出家了，剃度了，要说起来不应该再成师傅了，不应该再做不跟修行有关的事了。可是这一次我就是证实一下，我就是，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僧人，我就是想让世界看中国，让世界看中国功夫。一会儿您来啊，先试先试。你先拉一下腿啊，好，慢慢这样转转，哎。别扭着腰了，哎，就这晃晃，扭扭，哎。不是，桂龙师傅。哦哦哦。我也想先试试，看看我能不能先让他拉动。啊、您是不是觉得那个慧龙大师是女的，所以说你力气肯定比她大？对，是那么干的。是吗？啊，你还有什么感想？你再多说两句。我拉动了就有感想了。行，好，我们祝你拉得动啊，希望你能拉动。好，好，我们试一下啊，咱慢慢拉。动了动了动了，动了动了，不能大师，你先让一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进一下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行，咱们再拉吧。别晃动，啊，纹丝不动啊。怎么着？好，给我们上电视了。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连个绳拉断都。一二三，动了一下我。一二三，来再来。拉一下，动了吗？动了，没动。动了一下，拉一下。绳动了，绳动。汽车没动。拉都松了。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打字的时候，跟我知道的，师傅你要拉拉动作，你四五个人一辆车拉不动，对吧？师傅拉起来能拉动作。哈！下去了呀。好，做好准备。这是不是可以？我觉得起码得有个五六米吧，有五六米。哎，也多了。就是觉得吃力吗？还行吧。还行。哎，从来没有试过，从来没有试过。嗯、之前没有拉过汽车。嗯，过去有用辫子拉。用辫子拉。嗯。哦。用手是第一次。刚才有什么感觉？身体上？哎，还行吧。还行。哎，一点都不累是吧？嗯、还是有点累吧。有点累。哎，因为从来没有拉过。嗯，我看您那个拉之前喊了一声，那是干嘛呢？这
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少林功夫啊，有这个发气的，发声的这种功。所以练之前还有那个练完之前，练完的时候可以收一下功。嗯，要喊一下是吧？嗯。您是用什么功夫来拉动这个汽车的呀？气功。气功是吧？硬气功。硬气功。哎、嗯。哦，就这个硬气功就能说是这个拉动，就是很大的气功。能详细的讲一下吗？这个功是怎么练的？我就是从小就是练少林功夫嘛。我这是半路出家，过去，在家的时候喜爱武术，就在少林寺民间也练，又在少林寺也练，所以这是我的少林师傅，也过来了，所以我就练的一身功夫吧，我就是想让世界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，我就是为了弘扬中国功夫，我才这次，给大家用手，头发不能拉了，没有了，我就用手拽了拽，拉了拉，主要是想让世界都知道中国功夫是怎么样的，怕他们溜车嘛，但是没有这种感觉，拉拉家逐渐的平稳了车，往前走了，你觉得要你的话，你能拉不动这么多车，哪拉动啊？根本就拉不动了。很舒服的，很舒服的。你的车就是别人拉着往前走，你能感受？也很平稳的，跟我开车是一样的。是吗？刚才你的车是什么状态？放在一个，我在空档里边进行一种是行驶。你是觉得它很力气很大？那很大。跟我自己开车是一样的。好，谢谢啊。